把身子弄坏了吗？明日还要干活，你吃点东西吧。妙善，主上有命，请你继续编织草鞋，不得耽误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只是一奴婢，三公主好赖也是主上的亲骨肉，容不得你大呼小叫的。巧儿，别这样，你先回去吧。三公主，回去吧。妙善，快点干活吧，主上就要来了。知道了。你说你好好的公主不做，非要跟我们这些奴婢抢活干，你这是何苦呢？要我看呀，锦衣玉食怎么也比你饿着肚子干活强啊。你说，人活着，如果只为了吃饱穿暖，那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？那个吴公子仪表堂堂，跟公主你挺配的。你要是嫁给他，就不用再受苦了。双儿，你不明白善儿的心，所以不要劝了。那你就继续自找苦吃吧。王后驾到！臣妾参见主上。王后平身吧。谢过主上。王后今天来有何事吗？主上明知臣妾所谓何事，又何须再问呢？臣妾只求主上放过善儿，既然他不想嫁，为何非要逼他呢？倘若善儿不嫁，咱们秦宁国前途堪忧啊！为国为民，他必须得嫁。主上，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破解西北部落的进犯？善儿从小在宫外长大，主上，我们已经亏欠他的太多太多了。王后不必多言了，倘若真的置我们秦宁国而不顾，那寡人也只好没有这个女儿了。主上，王后休再多言，赶紧回去歇息吧。怎么晕倒的？田娘娘的话，主上只允许妙善食用荤腥之物，妙善绝口不食，再加上干了些体力活，所以晕倒了。难道你就不知道让他吃些素食吗？你这不是逼他吗？你这个奴才也太不把本宫放在眼里了。奴婢不敢，奴婢只是奉旨行事。母后息怒，
恕儿也只是遵照父王的旨意，母后就饶了他吧。你退下吧。是。 妙善因在御花园中晕倒，将牡丹花枝折断了。这个贱丫头，她现在何处？回主上，此时妙善正在王后宫中休养。善儿，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母后，恕善儿不孝。倘若是别的事情。 善儿一定谨遵父王和母后之命。只是这件事，善儿已经跟老天许过愿了，不能再改了。望母后恕罪。善儿，主上驾到。臣妾参见主上。善儿参见父王。平身吧。 谢父王，谢主上。善儿，父王最后给你一次机会。如若你肯嫁给吴庆，那你折断牡丹花枝一事，父王就不追究了。父王，善儿一辈子都不会改变心意的。善儿，父王并不是非要让你嫁给吴庆。 只是那佛门里，竟是些狗叫鸡鸣之事。父王，如此说来，有欠公正。什么叫公正？你母亲怀你的时候就险些死到这些佛门之手啊！你还说你的父王有失公正？什么是神？什么是佛？寡人根本就不信，寡人就是神，寡人就是真命天子。 父王，善儿给您讲个故事吧。有一个人到深山中的寺庙去找禅师问道。禅师问：“你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？”那人答道：“我是来修佛的。”禅师问：“我们这儿的佛没有坏，不用修。” 还是先修你自己吧。哼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我的善儿给他的父王讲起了故事来。求父王就成全善儿吧。看来你是要顽固到底。 那就不要怪寡人。主上，善儿年幼，还求主上放过善儿。来人，把善儿押到后宫柴房里，等候发落。主上，主上，不可！母后，这条路是善儿自己选的，善儿不会责怪父王和母后的。 走吧。让他去，不要给他吃，不要给他喝，看他能坚持多久。主上。
敌挡得住，就凭你一个人。主上，擒贼先擒王，臣只需要500侍卫军，夜袭西北部落兵营，捉其首脑，迫其退兵。不行，主上，现在军中紧急，您不能让一个。 大事！哥，咱们何不把此事向西北王泄露，让那宋多无功而返？这样一来，主上岂不是还得依仗咱们？好，这怎么办？三公主，三公主，永琏，怎么了？ 宋多将军准备夜袭西北部落大营，要捕到西北王，逼西北部落军退兵，公主一定要再坚持一阵子，主上一定会放了公主的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事儿宫中都传开了。你等我一下，永琏，帮我把这个交到宋多将军手上，告诉他。 一定要在突袭发兵之前打开。永琏一定亲手交给宋多将军，请三公主放心。此番前去，只取成功，不许失败。誓死保卫秦宁国！誓死保卫秦宁国！誓死保卫秦宁国！宋将军。 宋将军，你等等。宋将军，你是何人？所谓何事？奴婢是永琏，这是三公主让奴婢交给你的，她要你在突袭发兵前打开。多谢三公主，请转告她，宋多必将凯旋而归，请她保重。是。出发！听啊！想不到这秦宁国如此弱不禁风，还没怎么打，就溃不成军了。 看来，这秦宁国很快就是咱们的囊中之物了。大王，臣担心这里面恐怕有诈，大王还是提防些好。哼，那秦宁老儿，定是这些年啊，好日子过得太多了，老虎牙都给拔了。李丹，你不必想得太多，等着瞧，定能冲进他的宫中去。 或许是臣多虑了，可是大王不得不防啊！什么人？站住！你是何人？胆敢闯入我军营阵地，是否是奸细？我是李彤，有要事特来向西北王禀告。走，少废话，走！我有重要军情禀报，你们不得耽误，快走！逃吧你！报！报大王，捉到一人，他说有重要军情向大王禀报。带上来。 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李将军呐！快快松绑，快快松绑！你们两个下去吧。李将军，你不要生气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吗？李将军突然造访，定有要事吧？吴丞相让我来通知大王，妙容王现今派宋多要生擒大王您。大王还请多加小心的好。要生擒我的人，还在他娘的肚子里头抽筋呢。 大王切莫如此乐观，那宋多可是孟马将军的弟子。那孟马不是已经不知所踪了吗？怎么又冒出个徒弟来呀？是啊，此人来去无踪，神秘莫测。
很不简单呐，请你转告吴丞相，就说我知道了，待我攻破秦宁国王城，定给他割地封侯。那在下替吴丞相谢过大王了。恕不言送，李将军慢走。 李丹，你看乌贵所言是否属实啊？大王，臣以为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想当年，那孟马骁勇善战，我跟他交手也吃过不少亏。这次轮到他的徒弟来了，我定要报当年之仇。我要让宋多有命来，无命回。 这是三公主让奴婢交给你的，她要你在突袭发兵前打开。 我明白该怎么做。其实这场仗该怎么打，你早就明白。为师看你的布局就知道。可惜啊，我们还是损失了不少弟兄。舍得，舍得，没有舍，哪有得？大王智勇双全，李丹敬大王一杯。 咱们还是敬众将士吧。是。众将士们，酒都倒上了吗？倒。你们都是我西北部落的勇士，来，一起干！干！前方战事究竟如何？回主上，宋多所带的500侍卫军原本打算偷袭西北部落大营。 不料扑了个空，遭遇反包围，全军覆没。情况属实吗？消息来自吴丞相大本营，千真万确。哎，这老天真的要灭我秦宁国吗？寡人不信。这宋铎真是可恶，倘若不是他非要领兵出战。 会耽误这么多的时日，主上，若吴丞相肯出战，此战还可以再打呀。主上，不能再犹豫了，老奴担心再这样拖下去，控王城不保啊！请主上速作决断。这个妙善就那么倔？
是不是寡人对他太仁慈了？主上，请快些下旨吧。王后驾到！臣妾参见主上。平身吧。谢主上。 主上，您的脸色为何如此难看？是不是前方的战事有变啊？回王后，宋多所带的500侍卫军全都丧命敌阵了。主上，无论结果如何，请主上不要为难善儿。王后，你这是妇人之仁，亲宁国重要，还是善儿一个人重要？嗯，主上。 无论如何，妙善今天要么嫁给吴庆，要么就以身谢国。主上，来人！主上，把王后送回宫去。诺，王后请。主上，把她送走。诺，王后，不要为难小的了。王后请。 你止步吧，本宫自己回去。诺，王后。秋桃，你速去请大公主、二公主、大驸马张之贤来本宫共重。诺，三公主，主上一定是回心转意了，肯让三公主回宫，这说明主上还是心疼你的。 姐姐，银儿，你们也来了。母后把你们也给找来了，看来一定是有大事发生了。别是二驸马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可能是因为小妹的事儿吧。她呀，若是为了小妹的事儿，那本公主就先回府了。银儿，随本公主回府。银儿，母后叫你过来，你又岂能不见她呢？ 好吧，既然姐姐这么说了，那银儿就陪姐姐觐见母后。大公主、二公主、大驸马到。儿臣参见母后，见过西宫娘娘。免礼了。谢母后。母后，不知急召我等入宫有何大事啊？ 宋多领兵袭抵营寨，反被西北部落包围了。啊，那他不会有危险吧？生死未卜。想我妙姨，真是可怜。大婚没几日，这下又成了寡妇，我真是亏死了。这今后的日子，我可怎么过呀？ 这种局面，对善儿影响也甚大。善儿，善儿又是善儿，敢问母后一声，在母后的心中，可有姐姐和妙莹的存在吗？你们姐妹一直生活在母后身边，不像善儿那么可怜。而且，你们也成家了。母后如此说来，有欠公平。宋多他在前线御敌，是生是死，你们莫不关心。 你们只关心一个人，那就是妙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有完没完了？你妹妹也是你的骨肉至亲呢。谁是我的骨肉至亲呢？我又是谁的骨肉至亲？我妙音，怎么就这么命苦啊我？母后。 善儿毕竟是父王的亲生骨血，如果真的要处置三妹，我等自当跪求，也许能使父王改变主意。对呀，姐姐，先别着急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啊，母后，你切勿太操心了，你若是急坏了身子，怎生是好啊？
儿臣拜见父王。妙善。儿臣在。父王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到底是愿意不愿意嫁给吴家？父王，不要再逼儿臣了。寡人赐你大婚，你执意不肯，你知道吗，善儿？你这样做会置秦宁国于死地的。你这是无君无父，无忠无孝，无国无家呀，简直是大逆不道。父王，给你两条路，由你选择。善儿，你可要想清楚啊！儿臣谨遵父王旨意。巧儿无需再劝了，傻儿心愿已定，绝不会改。三公主，巧儿见过王后娘娘，免礼了。谢王后。王后，您快去救救三公主吧。少儿出什么事了？主上要三公主嫁于吴家，否则就让三公主自缢。本宫最担心的事，终于还是发生了。秋桃，传大公主、二公主、西宫娘娘。诺儿。巧儿，你现在回去照顾好善儿。诺。王后，主上有旨，不见任何人，王后还是请回吧。主上，臣妾已经失去过一回女儿了，再也不能失去了。求主上高抬贵手，赦免善儿吧。气死寡人！放过妙善吧！气死寡人了！若主上不肯，臣妾愿与几个孩子们在此长跪不起。你们爱跪就跪吧。这件事情寡人已经决定了，谁也改变不了。求主上开恩啊！求父王放过善儿吧！父王放过善儿吧！主上，本宫愿替女儿一死，你杀了我，留下善儿吧。这件事情谁也代替不了，善儿他这是咎由自取，怪不得别人。你这不是逼善儿吗？臣妾恳请主上收回成命。主上，善儿他一意孤行，我行我素，寡人也拦不住他。在这国家兴旺关键时刻，他只顾他自己，那就由他去吧。主上，主上，三公主，吴庆吴公子求见。让他进来吧，诺。
三公主，吴庆这厢有礼了。吴公子，你来做什么？今日吴庆前来，是想让你知道，吴庆对三公主是一片真心。若三公主肯答应嫁给吴庆，吴庆发誓会一辈子好好珍惜你。可你若像现在这样抗旨不遵，岂不白白丢掉自己一条性命？你这又何苦呢？吴公子若是为了这件事来找善儿，与理不合啊。还是请回吧。当初吴庆对三公主是一见倾心，才做出冒犯之举。三公主难道还对当初之事耿耿于怀，才拒吴庆于千里之外？当初之事，善儿早已抛之脑后，吴公子又何必旧事重提呢？善儿，你就嫁给吴庆吧。善儿心意已决，吴公子还是请回吧。三公主，吴庆是绝不会放弃的。告辞。您看，这就是西北部落兵营的工程部。为师曾在边关与他们交战多年，对他们的兵营部署和驻兵习惯比较了解。通常，西北王不会住在最大的兵营。那是好。不如咱们趁黎明时分，西北部落兵酣睡之际进行奇袭，生擒西北王。这个方案可行。由于我们诈败在先，想那西北王一定会放松警惕。只是在具体行动之前，要注意这里，这里。明白。你们是谁？跟我们走一趟，闪着光吗？嗯，师父，幸亏你出马，才能生擒西北王。就算我不出马，你也能成。前头有个客栈，我们吃点东西再上路吧。嗯，跑了一整天了，肚子是有些饿了。馒头来喽！西北王，就委屈你吃点馒头吧。猛马，苏罗，你们两个若肯把我放了，我定让你们享尽荣华富贵。你已经是我们的阶下囚了，快把馒头吃了，我们还要上路。猛马，据我所知，你受奸人所害，你还为妙庄王那昏君效什么力啊？要是你能够来我西北部落，我定厚待于你。在我们那里，你有用不完的金银珠宝，享不尽的美女佳肴。过去不可能，现在更不可能。那你究竟想把我怎么样啊？西北王，我们只想请你到秦宁国做客。哎，我肚子疼，想如厕呀。带他去如厕。诺。哎，小兄弟，这个你在门外候着，你要是跟我进去啊，这空有不便。你的事儿还真多，那你快点。好了吗？我肚子疼，你等会儿。
善儿，诚心向上苍祈祷，愿佛祖保佑国泰民安，保佑天下众生远离一切苦难。三公主为何不为自己祈求呢？傻儿既然选择要离开这个世界，自然也就无所求了。善良的三公主，主上为何如此的对待你？这太不公平，太残酷了。三公主面对这一切，难道没有怨恨吗？善儿能来这世上，也是父王的恩。善儿又怎会怨恨父王呢？只是，善儿未能成全父王的心愿，那么父王母后的恩情，善儿只有来世再报了。你不是说要救度百姓疾苦吗？如果你嫁入吴家，帮着打退了西北部落兵，这不正好是救了咱秦陵国的百姓吗？若真能平息战乱，还百姓一个太平日子，别说是嫁入吴家，就是让善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。只是那吴家居心叵测，善儿早已看透，若善儿真随了他们的愿，只怕会助纣为虐，置天下的百姓于更大的劫难。可是三公主，巧儿，善儿心意已决，不要再劝了。三公主，巧儿还能为你再做些什么？善儿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母后的身体。待善儿离世后，你要多劝劝母后，让她保重凤体。西北王，你不辞而别，借尿遁而走，有失一国之君的体面吗？本王这辈子还没有这么狼狈过，怎么又落到你手里去了？我们主上请你，只是去聚聚餐、叙叙旧，用不着这样的。既然已经落到你手里了，只好听天由命了。这就对了。是无能为力了，主上有命，三公主，你就别再为难老奴了。善儿要到御花园中，完成父王的旨意。三公主，请。记住，善儿托付给你的事，巧儿都记住了。三公主，
前面就到了京城城门了。多儿，师父就不陪你进宫了，你自己去面见主上吧。是。